来杯咖啡给我。约会呢？在哪儿约会不行，非找这么一个地方，是不是想诚心恶心我呀？别走，今天这事儿咱还真得掰扯掰扯。掰扯什么呀？我在哪儿约会，还得经过你同意是吗？我一个人在这坐会儿歇会儿不行啊，这是你家地盘啊。北京地方那么大，你选哪儿不行啊？非选这儿？你明知道每天我上下班都路过这儿啊。那你要是把全北京都走遍了，我还不能出门了？对，我走什么呀？我先来的，你走，赶紧走，别让人看着不清不楚的，以为咱俩怎么回事呢？你快快快快走！另外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没事少喝酒，借酒浇愁，愁更愁。是不是金娜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。那你跟我说这干嘛？自言自语不行吗？谁让你在这坐着，谁听谁捡着。你这赶紧走吧，你看。你跟那个姓李的是不是打算真好了？还没最后定呢，正在考虑之中。你还是不是孩子们的妈呀？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胡思乱想呢？你考虑没考虑孩子们的感受啊？说话，孩子都结婚了，你也跟着打算再嫁，你让人街坊戳脊梁骨。哎呀，看你气那个样儿。我现在是不是单身？是吧？那我现在跟谁结婚都是正当的、正常的，所以你就放宽心啊，这事儿不用你操心。黄志强，我真是为了你好。现在外边骗子特别多，你说你万一碰上一个真骗子，最后人财两空，你到时候哭都不知道找谁哭去。放心吧，我就找谁哭，我也不会找你哭的。那你最后你不找我哭，人家谁还理你呀？啊？你说你怎么跟个游魂似的？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你啊！你干嘛呀你啊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以后你再联系我男朋友，得事先跟我打招呼。这人怎么不信守承诺呢？啊？凭什么跟你打招呼啊？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去，没你的事啊！赶紧走人吧。行，那就聊吧，咱仨一块聊。嘿，你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先。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？我们俩说什么，非得跟你汇报啊？你跟别人说什么不用跟我汇报，但是你跟他说什么必须得跟我汇报。宋文娟，在单位咱俩是同事，在家里边咱俩是邻居。请您弄清这个关系，别胡思乱想，没有意义。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说了算，我说了算。我是坏人，是因为你不了解金波，他做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。我要不帮你试探他，回头你要真跟他分手的时候，别哭着鼻子说我不讲义气。这么多好吃的都塞不住你的嘴，我自己吃。姐，都自家人，你说那么多干嘛？少说两句不行吗？那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对，没错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就很郑重地问你，这次你是真的吗？当着你姐的面好好说啊，说吧。姐，我跟你说，我非常正式的跟你说，从小到大，我金波从来没这么认真，真的。记着你自己说的话啊。当然。朱莉亚，你呢？我肯定认真，不用问。记住你们俩今天说的话啊。哎呀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别有人过几天又气急败坏的来跟我说分手了。谁分手啊？你分手啊？你敢？那就完了，我们绝不分手。是吗？啊。哎，那姐，还有一事儿，我就想，我们俩呢就趁热打铁把婚给结了。结婚？对啊，我都告诉我爸妈了，他
他们说过段时间过来看一下金波，看一下叔叔阿姨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有问题啊？结婚可是大事儿，你跟妈说了吗？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么大事给忘了呢？这事必须得跟花姐说说。这花姐该怎么拿下呀？花姐，吓我一跳，怎么着没带钥匙啊？那怎么会呢？不是不是，哎呀，我是特地在这恭候您的。恭候？对，走着呢，太后。什么意思？当，你看门都开着。哎，哎呦，怎么着？又缺钱花了是吧？不缺钱。行了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呀、啊。哎呦，这一天是真够累的。花姐，请。怎么样？啊？有点太啪啪。哎，别啪啪了。我跟您说哈，这样。可是您儿子20年以来第一次下厨做饭，专门用来孝敬您的。不管出多大事儿，我先把儿子做的这口菜尝了。来来来，哎呀，这老张每次跟他说别整咸了，整咸了又弄咸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楼下那个餐馆老张，每次我就跟他说别放味精，少放盐。每次我跟他说了别放味精，少放盐的他，儿子，谁跟我玩这套？没玩过。跟谁打仗呢？你还太嫩。花姐，说什么事儿？这女孩怎么样？漂不漂亮？我女朋友还行是吧？长得比上一个好多了。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那个首先她叫茱莉亚。不是外国人，怎么叫外国名？不是，那中国人也可以取这样的名字，洋气。洋气。嗯，比我小一岁。那以前呢，跟我在同一个单位上班的，啊、最早的时候是个护士。嗯，跟我姐认识，是好朋友呢。我跟你说，我对这护士一直就没什么好印象。我家哪儿呢？外地的 ，pass， 娶媳妇儿守则写的什么呀？坚决不要外地的，这头一条你就给忘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吗？我喜欢他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是外地的。行了行了，喜欢喜欢喜欢，这你这人就几分钟热乎气儿，三天两头的就吹了。那不可能，我就爱定他了，我要跟他结婚。晚了天了是吧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眼里有没有我们呢？他就要结婚了，你连这听都没听说，面都没见过，你就还要结婚了？你明天见面呀？门都没有！我说你这就又这个又那个的，吴姐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人眼睛里不揉沙子，就冲你这先斩后奏，就这事儿，我绝对不见，门都没有。您先吃点，一会儿再说。不吃了。真的，妈妈。哎，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快来复查吗？真的，妈妈，我好想你啊。阿姨也很想你啊。她为什么不来看我？阿姨工作太忙了。没有抽出时间，嗯，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彤彤，去做心电图。阿姨，我会来看你，好不好？
新建图什么时候做啊？等半天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因为前面有好多人在排队，所以请您再稍等一下。快点行吗？啊，好的好的。叔叔，你在喝什么？好喝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来来来，哎，过来，只能喝一口，知道吗？嗯。糖呢？辣吧。别哭，别哭。彤彤怎么了？哥哥，哥哥，给我喝就好了。这，哎，哎，不是你干嘛呀？他有心脏病。给他喝酒，你找死！我不知道他有心脏病，你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呢你们？你们打起来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他跟文东喝酒。李尚，你自己闹也就算了，你怎么忽略了孩子呢？彤彤有心脏病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有病，我以为他有病呢。过来，过来。彤彤。哦，彤彤，醒了醒了醒了哈！哎，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嗯，你听阿姨说，以后在外面，陌生人不管给你吃什么东西，你都不可以吃，更不可以喝酒，听见吗？嗯，小孩子是不可以喝酒的，只有没人管的孩子才喝酒呢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你看，爸爸都不高兴了，你要不要去跟爸爸说？爸爸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叫爸爸不要不高兴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来，爸爸，对不起。这个拿着。这什么呀？我每个月工资不多，也就剩这么点了。不过我保证，我跟金波在一块儿的时候，肯定省吃俭用。500块一个月应该也够了。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现在不是写作吗？没稿费，可是还得跟我见面。你说买单的时候我掏钱，多尴尬呀！我可不想他为了钱的事难堪。你别闹了，这不至于。当然至于。你每个月赚的多，不了解我们赚钱少的人的痛苦。你说他这么大了，还伸手管家长要钱，他开得了口吗？你是姐姐，他管你要钱还说得过去。所以这钱你给他，千万别告诉他是我给的。拜托拜托拜托，你别胡闹了，这个钱他肯定不能收。哎呀，你拿着。我不拿。求求你了，帮我一个忙吧。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下班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嘛呀？晚一点再回家，有个事儿要说。怎么了？向我救急。又要钱啊？200块。干嘛用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那茱莉亚那个小傻子前两天来在车站说救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啊，那人呢是个外地的，包丢了没钱回家，那说急着想跳楼，茱莉亚就好心嘛给了他100块钱。那人说呢，等回到家以后有充电话费的形式把钱还给他。你猜怎么着？这小傻子还真信了，把电话号码都给了别人。啊，他说，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。你说傻不傻？那人是不是骗子啊？那肯定是骗子呀！你是不是傻？那个姐啊，我想这个时候那个骗子应该也到家了，我不能让这个傻白甜老是受骗，是不是？那我把这个钱呢，用话费的形式把它充上了，那是不是不能让他做了一个好人，还被骗子伤了心呢？什么时候你变这么懂事了？你是这么懂事，只是你不知道。行吧，要多少？200。拿去呗。这么多啊？我看你包里没钱了，还你点。我有，你自己不还用了吗？快回去吧。行，你先回去。哎，
这事千万别告诉花姐啊。知道了。老姐，你真好。哎，师傅，来，您看一看这我们宣传单，什么方向都有。好，来，请请。哎。您要租的幸福里小区啊，现在有五套房子可以出租。哦，我看这两套都挺适合您的，都是一居室，家电齐全，拎包入住，都挺适合您这种单身大龄男青年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这还真不错。行，我就租这套吧。七号楼302，好吧。我租301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哟，老金呐。哎呦，你怎么着？你买房不租房啊？哎呦，太巧了，这我同事。装什么装啊？不是，对不起，等一下啊。怎么了？给我出来一下。哎呀，你出来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手，你把人家手弄痛了。怎么我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啊？你要干什么呀你？你说我要干什么呀？我喜欢你，装什么傻呀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呀？老跟我捉迷藏。宋荣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拿我当个屁放了，行不行？凭什么呀？不行！我告诉你，金志阳，只要我孙文娟看上的，你哪儿都别想走。我跟你说，本来我是想挪不起躲得起，可是现在弄得我躲都躲不起了我呀！躲我干什么呀？叔，您这房子还租不租了？不租了啊！对不起，不租了啊！有你的啊，走。嘘，你干嘛？你吓着我！我求你一声呗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别动不动就给人跪，快起来。我为了茱莉亚，我愿意就这么一次，啊！你帮我去劝劝妈呗，妈只听你的话。我知道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靠谱，但茱莉亚靠谱呀，你熟啊，知根知底，她能好好的改造我，是不是？她就是上天派下来拯救我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嘴够甜的了。姐，你今天特别好看，真的。快起来。帮我啊！我试试。这个我给你带路，我看你进去，我才放心。哎，你得好好想好那种办法。这个事儿是个大计划、大工程，怎么样才能把我妈的心？你再啰嗦，我不去了。妈，睡了吗？没呢，进来吧。你怎么还不睡呀、啊？瞧你这么婀娜的身子，就在这等着我呢。别跟你妈斗，我没那心情啊。跟您说点事儿啊。别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好事就跟我说，不好事别说。本来我就睡不着觉，你再一说，我再失眠。大好事儿。你看金波吧。得，我就猜着了，他派你来的吧？那姑娘我认识，小姑娘特别好。而且我看金波这次是认真的，他哪次不认真？哪次都挺认真的，但是都三分钟热情，靠耐心怎么着？哎，你也知道金波现在是有工作吗？有收入吗？人姑娘能看上他，甚至愿意嫁给他，这也不容易。没工作怎么了？没工作也不代表他未来就没有发展。你弟写东西还是非常有潜质的，不定哪天。弄个大作家，那都是未来的事儿。这现在人家家里人要知道说这男孩也没工作也没收入，那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他呀？
所以咱都还得见一见，互相都了解了解。谁找咱家？祖坟都得冒青烟，这条件哪儿找去？这姐，这妈，这……就别提他爸了。咱家找什么样找不着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挑着来。那怎么着啊？那这是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呗。不行，就见一下吧啊！见什么？还是个外地的。外地又怎么了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不方便。哪儿不方便呀？哪儿都不方便。你过年过节得去他们家吧？还不能陪我吧？是，您说的都对。那您就当给我个面子行不行？我不给你面，你也不给我面子。你看我一说什么事儿，你那更愣着。我错了，妈，我特别对不起你，我错了。我以后您跟我说什么我都听您的，这次您就听我一次，好吗？我说什么你都听，就今后在你那个个人的事儿上，你都得听我的。原则上大部分事儿我都听您的。不能大部分，这都得听。我都听您的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求求我，我求您了，妈，我求您了，花姐，您看您这。这美呀、啊，这皮肤这么白，这谁的妈这么好看呀、啊？行了吧，我就算给你个面子。那我告诉君波去了，姐，我还得通知我爸。哎，通知你爸干嘛呀？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咱家谁是一家之主啊？这第一次见儿媳妇，我爸不得在啊？现在叫儿媳妇什么女朋友？是女朋友吗？那也不用他在，我一个人就说了算了，不用他。那人见家长，人家一看说你这爹妈都离婚了，这爹跟着别人跑了，妈您不这也觉得这面子上挂不住吗？再说了，很多家庭是很在意的，说是父母离婚了，单亲家庭，那这男人是不是有心理阴影啊？将来能不能对老婆好啊？这都是事儿，第一次见家长就都得在。这事儿您就听我的妈啊，咱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您早点睡吧。我跟金波说去了。但你记住了，我给了你四遍，你欠我个人情。行，我欠您个人情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怎么样？咱们歇我吧。哎呦，姐你太棒了，真是。反正我现在欠我妈一人情啊，哎、你就欠我一人情。好嘞，那绝对三个都行。你拿什么还？再说。晚安，姐。这周末金波会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，我妈说你得回家。哪个女朋友？是先前带孩子那个，还是后来在酒吧认识那个？你怎么知道酒吧认识的？你妈都跟我说了，嘿，说在酒吧里认识的女孩都不正经，不靠谱，这个就撅回去了。什么不靠谱啊？那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小女孩挺好的。哦，那怎么这么快就到了见父母的地步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没出什么事儿，您回去就知道了。金娜，真是你妈让我回去了？意外吧？惊喜吧？我妈说了，12点之前到家啊，什么都不用买，家里什么都有。行。我一定准时回去啊！老金，哟，闺女来了。老金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把我跟刘姐的工作给调位置了？我求求你，把我跟刘姐的工作换过来吧。她的工作我干不了，我的工作上的事儿，家里免谈。不是，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？哎，姐，哎，我想跟您说说，您干嘛没事老来找我爸呀？感觉好像你老是缠着他。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我爱他呀，我是有想法，我爱他，这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爱他啊？那他爱您吗？爱也不是单方面的吗？不是？单方面？你怎么知道是单方面呀？只是你没看出来而已。他这人腼腆，你还不了解你爸吗？他不好意思说。哎呀，我们老人之间的事儿你不用掺和，您也老大不小了，管管你自己的事儿吧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没胡说，我不是就这样人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行了吧，我这话已经带到了，按时回家就行了。我走了。哟，你干嘛去啊？这哎呦，摘扁豆，咱们面呗。到时候一定回去啊。你去哪儿去了？你看你又生气了。
行不行啊？能行，肯定能行，走。啊！干嘛呀？可是我还是紧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爸妈的人特别的好，特别的善良，特别好说话。再说了，你又这么漂亮，人见人爱，爸妈看见肯定喜欢。就你会聊天。有一点我还是要批评你啊。啊？你们多穿一点。李波。哎，爸，啊，那个，这就是朱莉亚，这是我爸。叔叔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家里坐着吧，你妈在家等着呢。啊，是是是，走吧，走走走，你。阿姨您好。哎呀，哎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哎呀，干嘛呢？我必须记录下这伟大的时刻，一个简单的握手，跨时代的意义。多大个事儿啊！哎，那个亚亚，我妈妈人称花花，我称花姐。花姐好，我是朱莉亚。哎，我不太明白啊，这好好的中国人为啥会叫个外国名？洋气啊！那外国不是有个叫茱莉亚·罗伯茨吗？对，就是那个茱莉亚。好，哦，阿姨，初次见面，这是给您的礼物，一条羊绒披肩，这是我爸从澳大利亚出差给我带的。哎呦，多破费呀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怎么样啊？好看吧？哎呀，好像还是个牌子。这东西啊，可是那个猪爸爸从澳洲带回来送给猪妈妈的。猪妈妈是不舍得用，留给了小猪。小猪觉得这东西穿在您身上绝对是洋气，在北京商场里卖10000多块钱呢。啊啊！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么贵的东西，阿姨真是不能收。真的，再说了，他爸送他妈，他妈再送他，这个我要就更合适了。这小猪同志，请你拿回去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这是我的心意。心意我就别讨厌了，你看人家送你的，你就收着嘛。对。哦。那叔叔，你也有礼物。我听金波说您特别爱写字，特地给您挑了一支笔。哎，这你看，这外面看着普通，这笔头啊，镀金的，24K 纯金。啊啊！哎呦，这得多少钱呢？钱不在乎，在乎的是心意。哎呦，谢谢谢谢啊，队长。那个，初次来，今天就在家里用餐吧。那个，我跟。他爸去准备一下，你没事呢，金波，到你房间去歇会儿。来来，走，我们逛逛看看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谢谢叔叔阿姨。紧张紧张什么？来来来。见过什么没有？见过什么没有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送支笔，你还至于吗？这又不金的吧？这多贵呀，这老钱了吧？是。这笔尖是金的呀！你信呐，金的，金的能送你呀、啊？真天真幼稚的了，就冲这个，他能送你金的金笔？你说什么人呢？就这么重要的事儿，那还不到商店里亲自选、亲自买呀？还什么送他妈的、送他的，完再转送的，有这么干的吗？是，哎呦，对呀，想要了。想哪儿去了？人家诚心诚意的送咱们东西，咱们用不着虚头巴脑的。什么虚？这不叫虚头巴脑。反正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太不淡定了，就什么都没见过。我刚刚表现怎么样 ？Very very OK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骗你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俩现在呢，10000呢成功了5000，还剩下5000需要添把油加把醋。你做那古老肉还真不如我做的好吃。你做的好吃，但你做不成啊，你只能给别人做了，我们吃不起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做这个还真别放什么葱啊啥的，我不爱吃。我觉得茱莉亚这姑娘还行，看一眼就行，你火眼金睛啊。我可跟你把话说前面啊，一会儿你看我的眼色，吃饭的时候我什么态度你就什么态度，你别在那给我起高调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也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什么？人家毕竟是客人，你对人客气点。我哪不客气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让你来看，我就给你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珍惜，以后这种事儿，我干脆我都不叫你，剥夺你的权利。行行行，你赶紧弄吧，就别嘚瑟了。我儿媳妇来了，我高兴。啥啥啥？不跟你计较。现在就儿媳妇了，我就瞅你的态度，一会儿保证就往上贴。能不能矜持点啊？啊，咱儿子找不着了。行，不说不说了，我嘴欠，行了吧？干什么呢？你轻点行吗？
甜蜜的生活，甜蜜的生活无限好。气谁呢？甜蜜的歌，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哎。你知道我本来就丑，一唱歌就更丑，你知道那个脸，哎，你就别唱，我这看不了啊！看我干嘛？别唱！我爸妈现在在外面做饭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以准儿媳的态度出去。哎，叔叔阿姨，你们什么事都别动啊，你们到旁边歇着去，我来，我什么事全把你包了。不是，放心，这是假装。以我对我爸妈的了解啊，他们肯定不会让你动手的。你确定啊？那当然。这时候呢，你想想，你让他们对你的态度马上有个变化。嗯，你要保证啊，我是真的一点都不会。Okay, 放心。好吗 ？Let's go。嗯。来，哎呀，哎，爸妈做饭呢。我跟您说啊，来，那个朱莉亚她主动请缨，说这顿饭她包了。不用，你们两个人上屋里说话。哎，真不用啊！用，怎么能不用呢？尝尝小猪的手艺。好，那个没事，来，还是我来吧，我好久没。干嘛？来，你把围巾带上。我跟你说哈，我这个肩一直都不好，你爸刚才弄半天了，也挺累的。让小猪看看做点什么，把你那拿手的本事都用上。好，来吧，先弄个青椒炒肉，这个是最简单的，金波也最爱吃了。青椒炒肉，啊，这什么情况呀？你们真让客人干活啊？我没有，是你妈非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他不会做饭。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那你妈做主吧。不，这失策，太失策了。不会是吧？啊？哎，我会这个。凉拌。啊？谁都会。凉拌好呀，凉拌天气热降火是吧？进屋去。哪儿凉快的带着去。那小猪来。阿宝，怎么？你放心，他做成什么样，爸都说好吃。您真不管管吗？这是管不了，我能管你妈吗？你饶了我吧，咱们多做点家务，不管那么多，不想那么多啊。我得上个洗手间，憋半天了。那个什么，你看着办，反正就是这些材料，反正你就拿出你全部的手艺来，你能做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哎，好阿姨。那个就来，忙累了吧？来，擦擦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这一个多小时哈。就忙活了四个菜，好，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谢谢阿姨，终于给弄出来了。我先尝尝，我还第一次吃鸭做的东西。哎，你别喷了呀，是太好吃了还是不好吃啊？不错，挺好。行了，别咬了。嗯，时间不行，别硬咬。我吃吧，这菜肯定能吃。对，西红柿这个挺好的，吃啊，好吃。叔叔阿姨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放错什么了，这么难吃。不好吃啊？挺好的，爸，你吃这个。我第一次做饭还不如你呢。好吃。不是，爸啊，那要不然我下楼到老张那儿去买一些。不用，挺好的。你看这多好，这个，你看，这个。哎，这还是个新吃法。来，你能闭嘴吗？来，走了吧，走了，再见，家里玩啊。好嘞，哎，等，怎么了？阿姨，那个小猪啊，初次见面，阿姨不能平白无故的收你的礼物，
所以呢，这个红包请收下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收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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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妈的一份心意。对，那个爸妈，我送了你啊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哎，有事就来啊。好，谢谢。走了，爸妈。再见，叔叔阿姨。再见，拜拜。进去吧啊。行，回屋吧。回什么屋啊？你也赶紧走吧。哎，不能这样啊！过河拆桥啊！我这包还在屋里呢。忙了大半天，饭都吃不饱，还得下碗面条。回头我帮你下面条。你咋不走呢？咱拿包走人吧。别，你这着什么急呀、啊？那孩子谈恋爱这终身大事儿，咱们怎么也得坐下来商量商量啊，是吧？来坐。来，不用坐，你这有啥话说，赶紧走。行，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意见啊。那个，我觉着罗伯茨，不是叫什么茱莉亚这孩子，我觉着还挺好的，懂礼貌，会说话。你看头一回来就送咱们这么多东西，虽然这个饭菜做的一般，但是我觉得看人还是要看本质，是吧？你觉得挺好是吧？可以，我觉得。你要求也太低了吧？哪儿好啊？啥活都不会干。然后还是个外地的，这一个废物点心就够了，还弄俩子呢，家里来，这今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那么多女孩不找这么个玩意儿，我跟你讲不行。另外一个人是讲究眼缘的，我一瞅他我就觉得不是咱家人。你说话别这么刻薄，感情是需要培养的。一开始看着他不顺眼，还后边再培养，越看越不顺眼。哎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你别戴着有色眼镜看人。你，好，我走，我走。那整碗面条，你说你妈会不会喜欢我？我妈当然喜欢你了，你那么可爱，我妈怎么会不喜欢你、啊？是吧？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再碰到我妈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装傻卖萌，我妈一黑脸你就卖萌，我妈一黑脸你就卖萌。知道了。哟，姐，来了，坐，喝点什么呀？不喝了。哎，那个你给妈打电话了吗？啊，妈怎么说呀？就是啊，情况不太妙。为什么不妙呀？你是不是炒了一盘黑乎乎的青椒肉丝儿？你也知道，妈最不喜欢女孩不会做家务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第一次做饭，我不是故意把它炒黑的。她也不能因为一顿饭就把我给否了吧？这是找女朋友，又不是找厨子，不能就这样拆散我们的。你不能走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不是，你看，亲爱的，没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放心吧，我妈那边呢，我肯定能搞定。啊，实在不行，我一锅往那三上吊，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她肯定心疼你，是吧？你能搞定的吗？我怎么就搞不定了呀？你说是不是，姐？我长得也不丑，你没工作，也没收入的，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了？你妈为什么嫌弃我啊？你说你要把我姐当你的榜样，好好学习，有什么事情呢向我姐多讨教讨教，知道吗？别这么说啊，我可是离过婚的。天，我看着云，想想你在想什么。你的眼睛好像星星，里面是否会有我？花香四溢，微风吹过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然后你就成了我的宿命，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。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，我就试着努力靠近你。我以为他爸有病啊，我以为您年轻，你皮肤有啥？你的眼睛好像星星，里面是否会有我？花香四溢，微风吹过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看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想说的特别多。
都笑了。